所以白天给我买三明治、送咖啡、帮我打车的都是你，没错。所以你就是搬到我隔壁的新邻居。嗯。可是你为什么会突然搬过来？因为近水楼台。 所以，这就是你送惊吓的原因。惊吓？这可是我特意准备的小权利。哦，礼物就礼物，直接送不就好了？干嘛非搞得像跟踪狂一样？那个便利贴，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？多巴胺分子式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很高兴成为你的邻居。下次有话请直说，不要打哑谜。 这个汤也太好喝了吧，温医生，你这手艺真的是太好了，是想以后成为一个居家型理想男友吗？嗯，可以考虑。哎，那你什么星座的呀？这么浪漫，双鱼。天蝎。真爱生命原理点。不不不，哎，天蝎挺好的，既稳重又有想法。你上升是什么呀？你这糊口呢？我问问怎么了？ 哎，你爸妈催婚了，你对女朋友有什么要求啊？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！我不想回，我害怕了。看你不但吃饱，而且很撑。本来想带给你的，拿好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自己。谢谢，温医生实在是太客气了，真是服了你，又吃又拿的。 温医生这个人吧，虽然有点理工直男的审美，但手艺还是不错的哦。还行吧，虽然他这个人表达方式有些奇怪，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把你放在心上的哦。别瞎说，我认真的，什么多巴胺呀，什么成为邻居很开心呀，我看他分明就是在借机会跟你表白。 的味道，你歇歇吧，我们才认识多久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我不信，那你好好给我回忆回忆，你们俩之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情啊？我是大人律所株派的实习生，请多多关照，我叫从容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。 一会儿摔倒了，我可不给你算功上。其实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暗恋他几十年了，只可惜一直求而不得。我管的是你，不是闲事。想看看你会不会心疼。 相信这是单纯的偶发事件。牛奶跟面包在桌子上，麦片在柜子里。 找吧啊！早啊！哪个柜子？你跟温医生上班去吧，不用管我啊！哎呀呀呀哎！早啊！早饭吃吗？ 接下来的剧情我都帮你想好了。早上上班，假装偶遇，顺便送上爱心早餐。好吃吗？好烫啊！味道嘛，怎么样？跟门口大叔五块钱煎饼还是有差距，你有空跟他多学学。
太急了。王医生，你下次还是开车吧，公交车不太适合你。我没地方扶手，你去找别的地方吧。好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